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游戏，这款游戏它可以赚钱，可以作为一个兼职来使用。今天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款游戏。东西比较多啊，找了，在这里，就这个捆绑夺金，打开看一下。当然了，你看这里面它还有一个，它可以抢红包，也还有，玩游戏，可以就是它玩游戏可以领这些里面的这些金钱，什么的，这虚拟的金钱，用这虚拟金钱可以来抢红包。抢红包的话，它是人民币，它是到了100块钱之后是可以提现的。我们点了一下这个日赚200这个地方，点一下呢，它是有红包的。我这个地方是，我也是刚玩，我刚玩我是抢了有14.06，但是不让提。点一下，得到100块钱之后才能提现，你的红包余额不足不让提。咱们用个点红包看能现在能抢吗？有个看视频赚170个金豆。我来看一下，好了，请您不要相信赚钱养猪赚钱之类的广告，经有关调查就玩我们这款爱上消消消。我们将每玩一把的红包金额提到3000，也就相当于这个事儿。我们就是要做消消乐游戏中的 Number One，设置的更加简单，给您的身心和视觉带来双重享受。好，每玩一把都可以领取5到10元不等的红包，提现到微信。红包来啦！快点击视频下方链接下载。刚才广告上这个游戏我没玩过哈，我也没有试过，有感兴趣你试试，反正我觉得它可能性不大，一局赚5到10块钱，可能吗？钱大风刮来了呀，反正我是不信，关了哈。我看能抢红包了，说这还不能抢，不知道多少豆子，咱们这边一个小红包3个，我们点一下，拆红包，0.41，再抢一个。0.44，你这个地方是14.91，我们再抢一个看能变吗？0.44，15.35，没有了，大部分打个红包在这个地方，在倒计时的地方，但是呢，它很慢。好，我们先可以发怎么玩游戏吧，怎么玩游戏来，利用这个豆子吧，怎么玩游戏来用？我们打一个，看好吧，看一下这第一名，他是赚了有今天抢了203元，第二名赚了201元，第三名200元，然后还198、198、193、195、194等等等等，山东富豪还在比名额，赚了14元。啊，昨天抢红包，昨天没有我，昨天0月，我今天刚注册的，我退回来，我点下这钻石赛来比个赛来看一下。看哈，千万赢了哈，输了就很尴尬。看哈，还有一个，是什么？再看一下，是不是很难呀？这个怎么样？那我赢定了，上来他就说。甘肃与苏州两地命运，苏州是今天的哪个地方？苏州，这里吧，怎么样？哎，这个不知道哟，发动机属于现在哪个品牌？这不知道哟，或者编个保时捷？哎呦呦，通常人体腰椎有几节？5节。人体的动脉一般有什么颜色标志？好，先生，乘胜追击，还是个女的，还是个 VIP， 后面武器是做动作片。憨憨的，始作俑者，踊跃报名。这个，历史上最长的总统，应该是最年长当选总统，他，这家伙。
等于繁花的那一会儿是谁？那一会儿是那个花园。下面下下下，心砰砰的呀，谁？扁脸是川剧。哎呀，还好还好，赢定了赢定了。下星期啊，错了也赢了。那这样才会称兄道弟一次。有一次啊，已经输的都觉得这一次了，不过太刺激了。什么是掐伤了？这是啥呀？水字旁应该跟鱼有关系吧？哟，该错了。得水应该跟鱼有关系吧？联合国有多少种语言？这怎么过去了？什么意思啊？有朋友在远方来了，不有用。刚才听什么情况？怎么自己划过去了？燕子轻易佛王本本是唯一笑，哪里唯一笑？唯一笑。哎呦，我怎么给说了？什么情况？我这边有的怎么给说了？划过去那什么情况？是什么委婉？委婉批有这个权限吗？下面什么？啊，对，我跟你说一下，这个就是，如果说你自己玩的，我这觉得感觉不刺激的话，你想躺转怎么样？有个分享转的地方哈，点一下。哎呦，这个全面屏垃圾啊，点不准怎么弄？怎么点？点上了，点上这个分享给好友，然后呢，让他填这个你的邀请码，对 PPUPAPD0。然后让全程的复制给你复制发给他要分享给好友，分享给好友之后加全程的邀请码，他就能转看这一条，这地方他将你将会获得金子他姓高额分享金，奖金100位坤奖金为一级帮忙用户购券金额15%加二级帮忙用户购券金额5%。具体自己研究吧，这个东西我也是刚才别人给我推荐的，我也是刚玩，你试一下吧。好，今天这个教程就录到这里了啊。如果说你想获取这款软件，你可以关注外科食堂微信公众号“小小全拼”的山东胡宝义，发送本期的暗语“永不凋落”。昨天小米给更新了一个什么？谷歌商店，你这装模作样，你不翻墙能打开吗？你看，对呀、啊，是啥？垃圾啊，坑人的！你不翻墙能打开玩意儿，那真见鬼了！好，本期讲到这里啊，下期再见。